后果的探讨也从未停歇，可真看到摔倒的老人，每个人都会选择去扶吗？我们这几年社会上也不断出现这个现象，就你一扶老人呢，这老人起来了就赖上你啊，就你撞的，怎么怎么的。有的家庭困难的老人更是如此，这是儿女恐怕不肯负担我医药费，我这还遭着罪，还没钱，得我可得赖上一个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如果不遭到惩处的话，讹一个成功一个，讹一个成功一个，你说我们这社会风气不完了吗？所以这种判决呢，显得啊，我说显得大快人心。可是呢，判决下来之后，这个龚某某就是蒋老太太儿子，带走他拘留嘛，让他签字，他不签字。他说你拘留就拘留我，我们没有这个这干这坏事，凭什么拘留啊？我不服气，拘留是拘留，我认，但是我不签字。你等记者采访到这蒋老太太，这蒋老太太哭天抹泪的，哎呀，我是冤枉的呀，这我没想到我这个被人撞伤了，我儿子还给拘留了，我绝对没撒谎，我要撒谎天打五雷轰，我们全家都死。你看他还赌咒发誓的，很好啊，福是好的，别个把我从打头的福是好的，把我拉进去关监的呀，我要不来了。